请问你对渊智的视觉会有什么看法？对，你在零跟十之间一定在这个范围里面，但是你在这个范围里面不见得在。真的吗？这两个范围不一样。太靠了，你要说什么？你要说什么？你要点什么？老师，这句话写对了。你在干什么？小啊，要拍了。